现在进行第二段的分解动作讲解，从第三个金刚倒对开始，预备。下边动作叫撇身拳，两手下沉分开，然后开右步，两手相合立于胸前，然后身向左转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向左上方捧，然后再重心向右移，身向右转，左手从左膝下转过，右手从右膝下转过，左手从左耳前向前推，然后重心左移，身向左转，然后右手随身体旋转从前边平栏，左手转到左腰间叉腰，右手握拳，然后重心右移，身向右转，右拳外翻，合在右太阳穴旁边，然后左手叉腰，然后形成右拳左肘左脚尖为三点一线，眼睛通过左肘尖看左脚尖，要撇身拳。好，下个动作叫青龙出水。重心左移，身向左转，右臂松肩沉肘，向下沉旋转，然后再身向右转，松右胯，右拳收在右腰间，左手合在胸前，掌心向前，然后是移重心转腰，把右拳向右前下方推出去，在右膝的前下方叫青龙出水，其实可以击打对方的裆部丹田。这叫青龙出水。好，打完以后两手相合走下虎，然后身体向左转，重心还在右腿，左脚尖外摆，然后移重心上右步，然后重心右移，身向左转，继续向后捋，然后把两手旋转翻上来，然后向前推，把右左脚收回来，这个叫双推手。六峰四臂它是向前下方按，这个动作向前推，推于胸平。
下边动作要肘底看拳，身体向左转，左手下沉，右手向前捧，然后左手上升，右手下沉，身体向右转，然后再坠肘与右拳相合，放松下沉。这个叫肘底看拳，也肘和拳有相合的意思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下边动作倒卷红。好，右手转到耳下，然后到左部，左手后捋，右手前推，然后左手上翻，合在左耳下，然后重心后移，然后再到右部，右手后捋，左手前推，这形成一个倒步的方法，要可以根据场地倒三步，倒五步。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两手相合倒步，再下捋，再交叉，再倒步，
变白鹅亮翅。白鹅亮翅下边是斜形，那身向左拽，右手向上向左摆动，左手随身体向后旋转，然后身向右转，转过来，两手捧起，劈左腿向左前方跨大步，然后左手从左膝下画弧，五指合拢提起，与肩平，右手合与右耳下，然后向前推，向右拉开，放松下沉，屈膝松胯，圆裆，重心偏左腿。下边看这个闪通背，这闪通背有两手先上合，下捋一重心，收腿，然后左手上翻，右手下合，然后再旋转，右手合在右腰间，左手带左脚上步，然后一重心穿掌，左手下按，然后变勾手，上翻，两手上捧，重心后移，勾左脚尖，这时候重心再移过来，提腿，震脚，落地，两手交叉。下飞，上合，发力。一，倒一步。二，倒两步。三步，四，五，然后两手相合，一，二，三，然后白鹅亮翅，斜行，一，二，三。四五
六，闪通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联手红拳，一、二、三。下面动作六风四臂，左手去引右手，两手相合，下沉，重心后移，左脚尖外摆，然后移重心上右步，然后重心向右移，两手合在左耳下，然后两手随松胯屈膝，周身下沉合按，然后把左脚收回来，虚脚点地，变六风四臂。这六风四臂就是将两个手的按的力度，右手占六分，左手占四分，叫六风四臂，也根据太极拳的阴阳虚实来说明问题。我下个动作叫单边，单边前边已经讲过了，用通常的这种教学的方法，用一顺一逆，然后开步移重心，然后再穿掌外翻，拉开，放松下沉。然后下个动作叫云手，云手就在做基本动作的时候，两手
的正面禅思运动，但是这个又结合了步伐，这种步伐叫并步，开步并步再开步再并步，然后做高探马。高探马，重心向左移，手向左捧，然后右手带右脚收回来，然后右腿再开步，右手下捋，然后上翻，旋转上合，勾右脚尖，重心右移，然后把左腿收回来，再勾右脚尖，转身将右掌推出去，左手收在腹前。严守洪拳，预备，六风四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单边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拉开，六，放松下沉，云手，一、二、三，并步。四开步，五并步，六开步，七并步，八开步，然后变高探马，一重心左移，手向左上方捧，二收腿，两手相合，三右腿开步，右手下捋，左手前推，四右手旋转勾右脚，两手和全身相合，五重心右移，收左腿，六推出去，变成高探马。
下边动作是右擦脚，是两手相合下捋，然后提左腿，手脚交叉下沉，两手上翻，这时候打右脚，右脚外摆，两手相合，然后身向右转，盘腿交叉，两手上捧，然后打左脚。转身勾脚，两手下分，然后两手相合踢左腿，左蹬跟，蹬完以后，然后上步叫上三步，也叫前堂奥步，上三步。下边动作叫击地锤，两手变拳，左拳画弧，从左膝下画弧上提，右拳从右耳下下栽拳，这个叫击地锤。然后下个动作叫翻身二起脚，然后重心后移，左脚嫩扣，右拳逆缠上提，左拳逆缠下撑，然后重心左移，收右脚转身，左拳再，这叫翻身二起脚。二起脚的意思就是两个脚都要起来，所以把重心前移，两手在身体两侧旋转，先起左脚，然后再起右脚，这样落地，所以叫二起脚。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，转身，左蹬跟，二、三，踢腿，四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打完以后，上步，然后移重心，两手把右脚拧起，然后再倒步，右手从右膝下转过，左手从左耳旁推出去，然后两手变拳，松胯下沉，然后松肩沉肘，向左转腰。把这个肘劲打出去，叫护心拳。下个动作叫旋风脚，旋风就像旋转的旋风，向上一引，然后重心移动，踢右腿，摆脚，两手交叉相合，然后旋转外蓬下盘腿，让两手向横向分开，和左脚的内侧相合，形成一个旋转的力度，横向的叫旋风脚。Thank you.
然后开左步，两手上棚，啊，这个动作叫右蹬一根。又蹬根以后，旋转，手臂上撩，下攒手，然后震脚，点手红拳。起，跳，呼心拳，落下以后，两手上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旋风脚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右蹬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眼手红拳，一、二。三。